看起来像吗？像。他主要是自己要演，然后自己要看别人，所以很多东西他都要关注，包括运镜啊什么的，他全部都要想嘛。小青在哪儿？我在这儿。姐在哪儿？姐在这儿。不行，露出脸来。行，就前面说到那里，山的，山上的鱼皮，鱼不水的，眼睛有点大，就是毛毛，那个有鱼。所以非常累，所以他们没有笑容啊。还雨啊，雨也是雨，再不来雨，这块礁石也要被淹了，对，马上就不会淹过来。我没事，叫我哥开心一点啊！我说你别这么愁眉苦脸的哥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，就怕自己话太多，反正我就是没事逗他玩，跟他开开心心的。像不像耳朵？一会儿如果咱们今天拍不了，就到水里游会儿吧。你给我滚！下海游泳是吧？可以啊。其他的种种。行，来。微博。行了，微博。看吧。再来，再来一个。再来三次。再来。三次。你要唱歌，祝你是平衡的，一二三走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哎，真的十八岁而已，大家都知道我十八岁，十八岁了，不好意思了，十八岁生日快乐。希望大家那个拍戏一切顺利。来，一起加油！你加油！我怎么觉得这香槟还有蛋糕在抬头看大家，觉得都不合适了。这个，哎呀，那是兔牙，门牙比我还贵。我觉得这次整个的搭配。接近完美，真的是想象不到。